好啦，起步跳出嚟咧，咁啊最快中檔嗰啲馬咧，見到係咧粉藍寶嗰匹咧，見到係咧就係國金財進啦。咁啊中間黑色波艷陽天咧，黃色波比心機裏邊落檔第四位咧就係美麗之選嚟噶。慢咗少少兩隻馬咧，裏邊落檔就係綠色波個巨富至尊，拍住紅色波愛神之軀咁樣嘅，都上緊嚟噶啦。好啦，啱啱過呢個800米段處啊，前面三隻馬放頭嘅，裏邊落難數出嚟美麗之選。中間就黃色帽嘅比心機，開邊外檔就係紅袖黑帽嘅艷陽天啊，後邊咧三位三隻馬啦，中間上翻少少愛神之軀咧，裏邊落嚟一路推其緊急波咧巨富之尊，開邊上就粉藍帽嘅國金財進啊，六隻馬入晒鏡頭啦，轉之後最後直路咗300米路程到終點嘅走中檔，仲係佔先少嘅比心機咧，裏邊內檔 hold 翻住先見到美麗之選啊，後邊上緊嚟咧見到紅色帽嘅愛神之軀打緊衝鋒嘅，拖一慢就艷陽天喺曬尾巨富之尊，冇乜走勢同埋嗰只馬咧國金財進都喺後邊嚟嘅。到嚟最后100米啊，推其两步咧，比心机抛嚟两个马位嘅，守住第二位，见到系爱神之区过终点啦。比心机人第一组试习，跑嚟名就爱神之区，第三名就美丽之选，跑嚟四名就国金财进。